好。那又何必问？就是因为纠结才问呢，在问的过程当中得知的答案嘛。挑战一下一周目的专家难度，挑战一下，挑战一下。不行，咱还有备选。不打 S 加，正常打。我看看他有多难，到底是多么多么的困难。非要这样，走了。主要是我的一周目的我一周目的武器我不喜欢呀，我想要在二周目的时候用试一下另外的武器。不是吧，我选择了这样就要走。对，重置版，说话危机四，重置版。第二张有两个牛头人。这个兵长得好傻呀，傻里傻气的。整个人都很呆滞。怎么会是西班牙语？标题写的是专家，没差吧？已经写了专家了。你的舞不是还没跳完吗？你爱抄的，没错吧？有点油腻，上来就搂搂抱抱。知道被关在这里有多难受。左手很烦人，还有瞎子。谢谢。就是这个。二周目受苦才是王道。二周目那琥珀呢？放心，被抓之前我已经藏好了。你带路吧。乐意效劳。哎，不过他二周目的话应该会有区别一周目的东西吧，比如说商人，他在很前期的时候就出现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安全。我们丑话说在前头，没琥珀就免谈。你就放心吧，不过你们要他干什么？好了，没有商人了。谁知道呢？没有中国的商人了。我现在有冲锋枪，还有一把小喷。手柄瞄准是不是很别扭？就是准心移动的时候会特别的慢。这下有办了，找我们呢。从上面绕开他们，明白吗？看一下这里会不会卡。没问题。虽然车子聪明危险程度高，不是。啦啦啦啦啦啦。上吧，路易斯。啦啦啦啦啦。你们现在看到的我们直播间的标题是什么呀？去拿琥珀。之后再会合。不行，我可不是那种会撇下女士然后自己就、那我去教堂等你，你叫我等到你的葬礼。为啥不用鼠标呢？多灵敏。因为我不会用鼠标玩游戏，不会用鼠标。手柄专家感觉很有挑战，手柄专家太有挑战了。这是生化四，超可爱大王挑战专家难度，体型啊，但我也不是吃素的。
去。我去，哎呀我去，赶紧喝药，赶紧喝药，小心，赶紧打个药先，我去，上来就打药。找一下，找一下真正的他。这是幻觉。哇，学真的，他跑到这来了，躲一下，躲一下。谢谢木雀的爱心抱枕。冲锋枪子弹都被我打完了，没有用陀螺仪，就正常打。哇塞，感觉不好找啊，一堆人，找到了，红色的，找他的眼睛，找一只红眼。哇去，到处都有 boss， 哇塞，我怎么感觉我要卡了？我感觉我要卡了。不管哪个是他，我先，就是这个。哇去，背后有一个人背刺我，我去。哇去啊 ！No！ 我靠！好惨啊，我天，天哪，好恐怖啊，我去，没有了，子弹都没了，太夸张了吧，好血腥，太血腥了，主要是这一幕太血腥了，这，吓死我了，我去，太猛了这一段。哇塞，这关是要闪避的啥的。不着急。等会儿，不着急，我想一下啊。我现在还没有钩锁。哇塞，怎么弹反不了了？什么情况？为什么弹反不了了？不着急，先带他溜圈，把场地上的东西捡了先。被子弹打不中，这么快就引分身了？怎么回事？眼镜子，还没开始打呢就引分身了？这是幻觉。哇塞！哇去！太多人了，这肯定不是他，眼睛不是红色的。哇去，哇塞，哪个方向都有人。子弹吗？还行吧。我去，他们都能打我，我却不能打他们。我去，哎呀，人太多了。直接不要省了，直接闪光弹了。哎呀，我去！谢谢阴云的情书。
直接丢闪光弹是吧？行，要嘎了。什么鬼啊！等会等会等会，专家难度需要完美弹反，对吧？不完美弹就不行。过去闪避，拉开距离先。不是完美就会掉血，过去！我怎么总是闪避不没反应过来闪避，太笨了！过去！啊哈哈！我去！天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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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难瞄了，太难瞄了！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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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去，一堆人，一堆人，而且我这个我冲锋枪特别不会瞄，我去，背后又有人，就是你感觉已经没人了，但是背后又有人，啊，难美，难搞，难搞，难搞，血量招不住啊，我去。都分身了吧，我去！哇去啊！妈呀妈呀，又掉了又掉了又掉了！我去我去我去！恐怖恐怖恐怖！恐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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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真恐怖！太可怕了太可怕了！冲锋枪突不死。是啊，这样看。那周末也是很难打，吓人，太吓人了，太吓人了，可怜的爱达西，好吓人啊！我天，能回去买散弹吗？不要乱跑，他这样子，他的阶段出来的时候应该要就用手柄，就用那个手枪，然后一枪一枪干，一枪一枪打就行了。再来。对啊，主要是瞄不准啊！我去，我去，不行不行，太难了，很难跟他拉开距离，其实拉开距离就好了。闪光弹去影子，但是我只有一个闪光弹。快跑！先跑！先跑！先跑！我去！闪避没出来，没闪避成功。他走得好快啊！走得太快了。哇去！哇塞，我死！我总是要用闪避，就是我总是把闪避用成了弹板，你知道吗？
又，哇靠，又掉了，我天，太难了吧，哇靠，完了，我感觉我直播间都要没了。能看看全身吗？不能。吓人，太吓人了，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，火箭筒打，再试一次，再试一次，太血腥了，太血腥了吧，我天，好血腥啊，来绕肚子。绕柱子打，过去，绕柱子打，绕柱子打，过去。你知道吧，没有子弹了，没有子弹了，我去，哎呀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！冲锋枪的穿刺属性杀分身，逼到死角再丢闪光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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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抹了一把汗，别再回来了，别再回来了！现在凯西的纸飞机，可怕，可怕，可怕！先进去开东西先。现在凯斯的这个好呀，恐怖啊，这一周目专家真恐怖，我子弹都没了，差点就过不去了，主要是缺子弹都，头没了吓你一跳，我也吓一跳，太血腥了，走吧，这模式应该会挺缺资源的吧，一路暗杀不缺，那就得走暗杀才不缺。大香肠，谢西门的十个小花花，没了，等一下就长出来了。嗯，谢西门的粉丝灯牌，走 ，Go。指挥室。请回话，路易斯藏好了琥珀，我已经叫他去取了。指挥室，听到了吗？听着呢。继续。情况比想象中还要麻烦。所以呢，你准备要怎么办？
路易斯已经先往教堂走了，他的行踪我了如指掌。非常好，你也动作快点儿。明白，得先确认一下路线，我去找个视野好的地方。哇，我今晚上这进房可真多。你们觉得看专家难度的人会去管你是不是一周目专家呢？应该不会吧。要不要在标题写个加个一周目呢？还是不用？是要去那边吗？从城墙上走，难不倒你吧。想象中难不倒你吧。别忘了你的目标。好啊，都可好了，老开心了。麻烦，早点交货，别让我空等。早点交货，别让你空等。明白。不过我先找点面子就行了。明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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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嘿。对斗争部的问题拒绝回答。好，好，来，我们直接去开那个什么塔。来，打死！宙斯有没有外挂？不知道呀。感觉在玩黑魂二啊，这边下去肯定是不对的。从这边下，哎，一把枪，一个瞄准镜。好，先把这枪装上，瞄准镜给它装上。OK， 就靠他了。打战士，来人呐，来人呐，大师该开炮了。这下热闹了，得先搞掉那些捕食机。走走走，上投石机，上投石机。赶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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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投石机全灭。安静了吧，好像杀光了，土匪也穿黑丝。你不信就不信呗，我干嘛要让你相信呢？多杀点人，多杀点人。好，等他过来。过不过来？死光了，那我出事了。好，哇，变成渣渣了。哎，哪还有人？哎呦，竟然还有人！来来来，有人，那我再多轰几下。来，渣渣，整东西了，整东西了。怎么还有人？
是无限的吧？哎呀，打！感觉这人都打不完。近战，我看一下，我的武器拿了，所以我现在炮也轰完了，所以我该溜出去了。该出门了。我去，我差点在这被烧死了。别的呀，我又回来了，就是刚刚那个大炮傻掉了。上什么可以上全身？上什么都不能看全身啊。你要上什么？上了再说吧。我又不是那什么娱乐主播，还上什么可以看全身？全身想拍视频，我想拍就拍，不想拍就不拍。怎么搞得像讲条件一样呢？上剑上提督什么都是出于对主播的喜欢才上的。游戏主播呀，不是娱乐主播呀。没什么敌人，哎，他人怎么往前跑，好奇怪啊。哦，埋伏在这里才算是吧。这不是全输了吗？屏幕中间，对对对，你说的对。Steam 库怎么了？刚打的不是很完美。你说的对，游戏主播也是看个乐，看个娱乐。哇去，这都打中我了，不行，上来就嘎这么多药。叫武乐，叫折磨啊。对，好了，杀光了，杀光了，走喽。感觉开局还行吧，虽然说是一周目专家难度，但是开局感觉还行，你们觉得呢？没有觉得特别折磨，是不是？天津石，再看一下这边绿色药草。哇，看一下后面是多难。现在是教程关，药不太够，确实感觉上药不太够。让我们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本章节完了，那第一章真的是出来用来水的。